最新消息，我国驻泰大使李应元以健康因素为由向总统蔡英文提出辞呈，请辞获准，人事令将在9月1日生效。总统府今天发出总统令，准许驻泰国大使李应元辞职。去年6月，总统府宣布李应元担任驻泰国代表，接替上一任代表童振源，并且在7月完成宣誓。如今李应元请辞获准，任期只有维持1年多。公卫学者出身的他，今年68岁，曾经任立委、驻美副代表、行政院秘书长，还有民进党秘书长等职务。